光叔，我们这次来，坤哥，为什么不救他们？他们给干干给了，这样都不帮我们，走吧，有走就走。姐的，算你机灵，知道我在这里喝茶。潮州丹纵茶。香港只有这家聚香居的茶叶最好，我当然知道。等了三天。五天，天天都来。我们潮州人到香港生活，不容易啊。我11岁来香港，在码头搬货。到了30岁有了自己的公司，凭的都是我自己。我帮你。那时候谁来帮我？混蛋，抓我们！出来做生意，一打二，里三功夫。马头光，你当年出来混平的，靠的是胆；我今天来跟你筹钱，靠的也是胆。我等了你5天，这杯茶，谢了。哎，走得那么容易啊？你兄弟刚才不太商量，你想怎么样？你们可以走，他留下。哎哎，我们是出来做生意的，不是出来混的。你叫什么名字？郑坤。做的什么生意？开始做服装，现在想做建材。欠多少？30万。好，钱明天会有人给你。汪叔，为什么要帮我？你喝过这杯茶，就是自己人。老板，开会了。郑总，郑总，老板这边请。郑总，开始吧。创发的那份合约弄好了没有？不能再偷了啊。你尽量快一点的去弄，不然该延误了。以后不要再赌钱。爸爸，我先回去了。小心开车。你也早点回去休息。
老爷，累了就回去睡吧。老爷，老爷，老爷。经过我们初步检查，郑先生体内血液酸性极高，应该是饮用酒精过量导致的心律不正而死。现在来看，死因暂时没有什么可疑之处。哎，等一下吧，看情况再说了。啊，再等等。喂，老徐，哎，好久不见。今天早上公司的股价掉了10%，你说怎么办啊？我知道，所以我觉得我们要选出个新主席，稳定股价，再公布要发股息，股价就飙上去了。哎，你们听我说啊，让华仔当公司主席，也不用我们这群老家伙再费心啦。不要不要不要，我怎么够资格啊？不好意思，我来晚了。大家请坐。啊啊。坤叔的事，节哀顺变。方啊，节哀顺变吧。但当前急务，我们是不是应该尽快选一个新主席来支撑大局啊？我爸刚死，你们已经想要谁当主席了？你想说什么？我说，你们手脚真快啊！好了，阿星，那关于这件事情，其实今天早上我已经收到通知，我爸爸之前早已经立下遗嘱，李律师。好，那么我现在宣读，郑坤先生生前立下的遗嘱。郑坤先生去世后，其拥有的40%朝顺集团股份，将平均分配给3名子女：郑芳小姐，三个人平均多；郑兴先生，以及郑森先生。同时，郑坤先生还提出，其朝顺集团主席一职将交由其子郑森所接任。慢着，慢着，你说是就是啊？有没有把我们这些股东放在眼里啊？其实我爸爸的意思是，我的意思是，朝顺不是你们郑家说了算。你说什么呀？什么呀？怎么？阿星，我爸爸才刚刚去世，我希望大家给他应有的尊重。关于主席的事，我相信大家都很关心。等我们先处理好我爸的丧事以后，我们再决定，好吗？说得对，是侄女，先弄妥你爸爸的丧事吧。啊，我先走了。谢谢江叔。啊，小心。好。大姐，现在怎么办？找阿森回来。喂，郑森。喂，你弄好我的东西了吗？啊，等一下啊，先检查一下，看一下。哎，没问题，特价35块。35块，便宜点，那么熟了。哇，已经给你很便宜了。哎，哎，算了，30吧，三十吧，真是。拜拜拜拜，下次记得再来啊。好。阿森，姐。你最近过得怎么样？还好吧，什么时候的事？前两天的事，公司有太多的事情要处理，所以没来得及告诉你。医生说爸爸是因为饮酒过量，在家里睡着了以后就没有醒过来。阿森，爸立了遗嘱，想让你回公司帮忙。我不想回去。他说想让你当公司的主席。我说了我不会回去，这是爸最后的心愿。我不回去。好了好了，那你至少先回去办好爸的丧事，其他的事之后再说。
八九十多岁。节哀顺变，不要太难过了。我是陆国华。郑森。你好，郑小姐在吗？你跟她说阿三来找她就行。哦，好，那请稍等啊。这位先生，我带您过去。啊。郑小姐，请坐吧。怎么样？不可能，姐。姐，你知道我不想回来，而且我对公司的事一窍不通。你现在叫我怎么接手啊？朝顺是我们爸爸花了一辈子的时间辛苦创立起来的，他花了很多的精力和心血来保住我们郑家在朝顺的位置。你甘心看着他毁于一旦吗？可是我现在真的不想接任。我不想听你任何的借口。我现在就去跟那群老狐狸周旋，我希望回来的时候你可以清楚地知道你自己的意愿。朝顺是我爸一手创立的，你们想要抢，来呀，抢啊！阿星，先坐下。今天很多股东都不在场，但是我已经联络了他们，还有海外的股东也会赶回来投票。我要求三天之后再重新召开股东大会，选出主席。我们作为最大的股东，要求今天立刻宣布决议生效，由郑森出任主席。我要求三天之后再投票。好，请让我说一句话好吗？啊，石侄女，你也不是公司主席，不能让你说了算。我赞成他的建议，三天之后待所有公司的股东齐集，我们再做表决。你把这个修改完再让我看一下。嗯。该死，郑芳这个臭婆娘，我一定要把他们郑家赶出董事局，到时候叫她陪我睡上一晚，求我放过他们。阿森，姐，想清楚了吗？什么时候上班？现在开始。华仔啊，我是一定会支持你的，但是要先搞定郑家的人啊，你知道的，他们有40%的股份，如果跟你玩玩财技啊，很容易就把我们那份股份冲淡了。
到时候就很难控制了。斗不斗得过吗？现在还言之尚早。钱总，其实一直以来替朝顺融资的两家银行是我从前的老同学，我已经谈好了，如果我当主席的话，我们将得到比之前更大的融资。只要大家齐心，倒是朝顺一定会越来越好。不用再说了，哎，干杯，干杯。钱总，你的一票很重要，你会支持我吗？有能者居之，阿仔，就看你的表现了。知道。来。朝顺集团的股份，我们郑家已经占了40%，另外有30%在以明哥为首的其他小股东手上。而同时江叔他也有30%的股份，看来他已经得到明哥他们的支持，接下来一定会从钱江着手。换句话来说，如果我们能得到钱江的支持，我们的胜算就大增了。别花心思了，这个老头很嚣张，我们找他谈过好几次，谈不拢。阿森，在干什么？过来听爸爸聊生意。过来。现在我们拿到光叔的30万，加起来我们只有50万。龙涛这单生意，如果我们能接下来的话，一定能赚到10倍以上。要接到这单生意也不容易，我们要找龙涛的经理疏通疏通，看能不能混熟。坤哥，听说这个经理很嚣张啊，不容易对付。约他出来喝喝茶，看他能不能帮忙。坤哥，依我看，那个经理应该不会来了。听说晋丽那边私底下给了那个经理50000作为回扣，叫他别跟别的建材公司谈。别怕，他也是人，是人就有弱点。去跟踪他，我要知道他每天跟什么人来往，每天吃什么，都要查得一清二楚。啊，李丽，你们想我啊？来了。等了那么久，终于等到他了。走吧，走吧，我们去吃饭。怎么这么多天都不联系我？你知道我有多担心啊？啊？嗯？嗯？担心我就知道了。何经理，好久不见，我是朝顺的郑坤，你还记得我吗？啊，这位一定是何太太吧？你好，你好。这个是我的小小心意。哇，好好看啊，好漂亮，我好喜欢，谢谢你啊。何经理一直很照顾我们。礼尚往来是应该的嘛，毕竟太太只有一位嘛。来，你去下洗手间。好吧。去啊。
你什么意思？你少跟我来这一套！我告诉你，你少拿莉莉来威胁我。莉莉她一早知道我有老婆。哦。可是，你太太不知道有莉莉吧？你想干嘛？这些事情我可以假装不知道，但大脚嘴的那个工程，我们朝顺想接过来做。不可能！那个工程我早就答应给经理去做了。没关系，想想。坤哥，还是你厉害，两三下就把那个经理唬住了。我说嘛，是人就一定有弱点。坤哥，来，我们以茶代酒，敬你。来，阿森，喝茶。哦。卢总放心啊，这次啊我一定挺你，以后就靠你了。谢谢，谢谢你们。各位久等了。今天我们举行股东大会，将会选出我们朝顺集团下一任的新主席。不要浪费时间了，开始表决吧。好，开始表决。我第一，由陆国华出任我们的公司新主席，请大家投票。钱总，你不举手。好，我现在提议由郑森出任我们朝顺集团的主席。我同意。我也同意。钱总，这是什么意思？有能者居之，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？钱总，你这艘游艇很漂亮啊。是吗？那有时间再来玩吧。哎，那我们就走了。好，再见，再见，再见。钱总，我喝酒的时候不喜欢有人来骚扰，但是喝酒是解决不了问题的，是吧？照片在我手上。钱总放心，我已经把30万捐给这家杂志社，明天下午他们就会发出公开声明道歉，表示这批照片都是有人用电脑移花接木故意弄出来的。不知道这样的结果钱总还满意吗？你想要什么做交换呢？你的一票，我们连成一线，合作愉快。现在投票结果出来了，朝顺集团下一任的主席就由郑森担任。今天将了那个陆国华一军，真痛快啊！幸亏阿森想出了这个办法。嗯，
人家阿斯啊，从小就聪明，小时候默写也是满分，不像你，整天不动好脑筋。阿森，来，这杯我敬你。Cheers。你们还记不记得，小时候每年中秋，爸爸总是拿着月饼跟灯笼回来？当然记得，还一定是潮州绿豆月饼。这小子每次都会哭着说：“我不吃，要吃双黄月饼。”你们说的是，我几乎全都忘了。哦，可能是你小时候发过高烧，记性不是特别好。孩子们，老爸爸，爸爸爸爸，来玩灯笼。放，带着你去玩。来来来，阿森，你不去玩？爸爸，我考试拿了100分。哇，这么厉害啊！真棒，果然是我的好儿子。阿星、阿芳，来吃月饼了。嗯。姐，我们只有4个人，你怎么切成5份呢？这一份呢，我想留给妈妈。爸爸，爸爸，好好吃啊！太子哥想见你，走，快走！小心，坐好。老戴小梁，先出来，走，走，过来。太子哥，太子哥。走。太子哥，不关我的事。最初是你答应我，当你坐上朝顺主席的位置，白沙湾那一笔工程就判给我的公司做。现在我已经大量入货，准备开工。你现在说什么当不了主席？你在耍我吗？丢他下去！好，哎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。太子哥，我还是公司的股东，朝顺那份标注的价钱，我可以改，可以改。华子，别让我失望。走。这些数据你再看一下，检查一下，汇总完了给我。嗯，好。冯总，这份文件你看一下，关于这次公司的项目。这些呢，你再仔细的检查一下。好，知道了。这次的项目非常的重要，你一定要看仔细了。姐，有什么需要我帮忙吗？这些是我们公司将要投标的一个大型基建——白沙湾工程。我们这些人呢，在商议标书的细则以及定价。那有什么我可以做的吗？你先坐那边，看看有什么可以学习一下，有不懂的可以随时问我。好。
哎，我那份文件呢？找不到了。哎，这儿，这儿是不是？你好，谢谢。这份文件需要复印，谁能去？我去吧。东西是不是经过确认了？没有问题。郑总，我不是这个意思。这事是没有问题。对不起啊。没事，反正我也没事做。我去吧。谢谢。这个读者好像还是郑总，人真是太好了。嗯，你赶时间吗？不赶，对不对？可不可以让我先营业啊？谢谢、啊。你人真好。嗯，对了，嗯，你在这边工作还适应吗？还。你有没有被人欺负？慢慢来啦，你知道，毕竟当办公室助理，很多东西都要学的，嗯。别放在心上了，有时间找我，我教你怎么在这里生存。你是说这里很危险？你看现在上面换了一个新老板，我还听说他是个什么都不懂的一个富二代。那你有见过他吗？没有，反正上面的那个富二代一定是个猪头，一定是个死胖子。你知道什么是油胖吗？油胖，油胖就是那种胖到出油的胖子啊。好了，我差不多了，那我先走了，拜拜，有时间再聊。哎呀，这下可糟了！张小姐，怎么了？对不起，你是？我是那个富二代啊。你看不见我们在开会吗？到底有什么事？对了对了，我刚才看到有人在待寄出的文件架处偷看文件，好像是白沙湾工程的那份标书。我不变了，这次公司项目是很重要的，你怎么就找不到了呢？快找！我马上。内容全部被改过了，定价跟我们议定的不同。究竟是谁做的？确认应该是这个吧。下一个，那边找吧。去找他们，找过去。等一下。不要这样，这样会给记者拍到的。哎，一万，不要啊！一万呢？不要，我们来了，碰一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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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，你别坑我啊！来碰，懂？哎，就要这样啊！混一色自摸。东风，哎，多给钱啊，多给钱，多给钱啊！胡了，再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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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！我靠，这也能胡得出来啊！靠，不打了。人生不如意十有八九了，是不是？今天我运气好了，来来来来，再来。哎，我不玩了，胖了。干什么？不认识我新哥？老板吩咐我做事，叫你还这个月利息。叫你老板亲自来收，好不好？新哥，别让我们难做好吗？滚开！我衣服很贵的，不还钱是吧？走。老板的钱什么时候还？住手！怎么回事？他欠我老板650万呢。我是他的弟弟，
我叫郑森，这个债我帮他还。啊，你就是朝顺新主席，我信你。拿欠条来，这是欠条，签名吧。啊，走。我在监控里面看到你了。怎么了？为什么？什么？到底是谁让你在公司的标书上偷偷动了手脚？说呀！好了好了，我跟你讲，这家麻雀社是陆国华其中一个私厂，他叫我帮他办这件事，所有债务都可以一笔勾销。其实只不过是一笔生意而已，对吧？对公司没有多大影响。你这样做是犯法的，要坐牢的。怎么？要报警？好，要报就快一点。我没用，我烂赌，可是我没有办法，我只能这样。我不想卖掉公司的股份还债，我不想爸的心血败在我手上。这些债我帮你还，作为条件，我希望你以后不要再赌了。我们几姐弟一同守住爸爸的公司吧。我们必须要在限期之前重新做好这份标书，这一次一定要保密。开始吧。离开这里，我们把它从这儿。姐，你看看这个地方。把这两个地方结合起来。然后呢，我想在这里，然后这里。在这里。上次你说那个法律协议要查的。啊，老板，怎么了？叫我阿三就行了，陪我下去。吃点东西吧。要不要找法务再去？走吧。等一下吧，反正今天没来。我给他打电话。好好。来，陈律师，试试我的手艺。快熟点心需要什么手艺啊？我小时候吃过的快熟点心，没有一万也有几千包。嗯。好吃，啊，对不对？有机会啊，我做我最拿手的肉酱意粉。嗯，不过像你们这种有钱人怎么会吃这种东西啊？谁说有钱人不能吃快熟点心？嗯，哎，还有，我在公司这么久，怎么从来没听说过老郑生有个小儿子？对不起啊，我问的太多了。没有。其实我也不知道，我只知道十岁以后就很少再见到爸爸了。我觉得我们真的很像。其实我小时候住在澳门，是我外婆把我带大，一直到了中学我才来到香港。还记得那时候，我总感觉跟我爸妈相处很陌生。有一次，我还跟我妈说：“你不是我妈，外婆才是我妈。”长大后我才知道，这句话有多伤人。哎，我们是不是该回去了？头发乱了。谢谢。
那我先回去工作了。辛苦大家了，没问题，马上寄出去。好。生意的事，那个郑森哪里会懂？大家就等着输吧。如果这次投票输了，我一定召开会议，把坤叔的那个不孝子给赶走。钱总，这个郑森是你捧上去的，你怎么看？输赢言之尚早。主席，一会儿投标成功，想好了到哪里庆祝了没有？你好，朝顺集团。你好，关于白沙湾工程这个项目，结果已经出来了。恭喜你们，你们中标了。太好了，谢谢您的支持，谢谢。辛苦了。不辛苦了。太子哥，真的要打吗？我已经入了一亿的货，本来打算今天开工，现在工程投不上，摆明了就是我亏了。你让我亏，我伤你，是不是天公地道？但是我太子最讲江湖规矩，给你一个机会，只要你打得赢我，就算了。太子哥，我怎么打得过你啊？我让你，我脱了手套不就行了吗？啊，来呀、啊！过来。起来啊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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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起来不要打了，接着来，不要打了，什么呀？别打了，太子哥，别打了，这就认输了。混蛋，你让我亏了一个亿，把他关在笼子里面。是，快，大哥，不要啊！停手！哎，太子哥，哎，动我呀！
在公司吃饭，或者我带你到外面去吃点好东西，不好吗？没关系啊，因为在公司有那么多同事在，我会不好意思了。而且我觉得不管吃什么，只要跟你在一起都会很美味。公司，喂，白沙湾那边打电话说那批货昨天就应该到，但现在还没有收到。啊，好，怎么了？刚刚白沙湾一个地盘打来，说还没有收到本来是今早送出的一批货。回公司。那现在我们走吧。开始吧。我那么急召开这次会议，就是希望你阿森解释清楚为什么这批货不见了。这份提货单是我从保安那儿拿来的，全部都有你的签名。这件事我可以解释一下。在这三个星期，有人从公司货柜厂偷走几千万的货，提货的批文上的确有我的签名。我正在调查这件事，我肯定的是有人伪造文件冒充我，但是现在糗了，伪造也好什么也好，错了就认。陆国华，你这什么意思？难道安森会偷货？对啊，为什么呢？我这里有张欠条。这是欠条，签名吧。老板，搞定。可能是有人私底下要还债，便把公司资产当作黑市货售出市面。我听你在放屁啊，你说是就是啊。看不到这张欠条吗？上面有他的签名，批文上也有，这件事证据确凿，是郑森偷偷把公司资产私自运走。这些欠条是世杰，你无论怎样也要给我们一个交代。工程这样一拖，我们要赔几个亿。好的，钱总，这件事我会负责任。很好，其实很简单，我们报警处理。阿森，其实我也很相信，所以警察查过之后就可以证明你是清白的。还是算了，报警的话公司股价会有很大波动。也对，我们现在罢免他，为事件负责，那么我们可以考虑不报警。我提罢免郑森。我复议。江叔，那么我宣布解除郑森主席的职位，及时生效。姐，今天生意还不错。对啊，你看今天的业绩，有你在，生意就是好。要不要吃饭？
哭什么？别哭了。在发什么脾气啊？阿芳，怎么回事啊？阿森刚刚玩游戏输了，现在发脾气。别哭了。我不玩了。不要打我，不要打我。站起来。输了就输了，哭什么哭啊？你这样怎么做潮州人？可是我不想输。不想输，那你就想办法赢回来。爸爸，对不起。最近我们进了几批黑市货，听说是这个货柜厂那边流出来的。嗯。那我先走了啊。我们进去吧。OK。刘彪啊，那我来了。谁？嗯？喂，去看看，快点啊！嗯。我先来啊。太子公，为什么抓他们回来？他们跑进来想查货柜厂的事，被我的小弟撞见，算他们倒霉不？这怎么会？太子公，我还有事，我先走了。干嘛呀？啊！我要忘记了，是你当日要求我去毒害那个老头的。现在人已经死了，主席的位置你也坐上了。怎么，小刘啊？现在被他们发现了，你也脱不了关系。
那现在怎么了？我没想到会弄得这么大。搞大了就怕呀，别忘了你还欠我一个亿。没关系，索性绑架他们，叫那个郑森把赎金带过来就算了。去吧。但他们已经找到我们的罪证。你以为他把钱带过来以后他们两个还能活吗？阿森，这个星期天中午12点，元朗下水坑18号，8000万。你看到了，不要报警，一手交钱一手交人，8000万。明白。潮州人，说得出做得到。喂，喂，怎么样？郑先生，因为您现在已经不是潮顺的主席了，所以您的账户已经被冻结，很抱歉。阿森，银行账户已经被冻结了，现在我们筹不到那么多钱，应该怎么办啊？想走啊？你快走，快走啊！
各位前辈，郑家现在需要各位的帮忙。不用说了，大家都是个给狼，而你又是坤哥的儿子，那帮人这么过分，我不帮你还算是人啊？来呀，转啊，转转他，转他，啊，玩的爽不爽？住手！来了，钱呢？拿过来，先放人。放人。姐，我哥在哪儿？哎，死了。谁叫他们不听话想逃走呢？我就杀了他喽。太子，我要你后悔。要我后悔？我后悔什么？我后悔昨天晚上没上你姐姐，上给我兄弟了。你爸爸也是我毒死的，你哥哥也是我杀掉的。不如这样吧，我也送你们到下面见他们，让你们一家人团聚，好不好啊？动手！别动！这边，卢先生。我们是商业罪案调查科，你涉嫌启动商业行骗及盗窃罪，我们现在正式拘捕你，请你跟我们回去协助调查。你一个人一把刀想杀我，来呀，砍我呀，砍我这里，来呀！这一群混蛋，砍他！没事吧？不用怕，不用怕，我们来救你。啊，没事，没事。
先生，先生，先生，请你放松一点，没事了，我们现在在医院了，没事了啊，放松一点，先生。阿森，阿森，没事了，在医院了啊，阿森。爸爸。爸爸。阿森。先生，不好意思，医生正在抢救，请到外面等吧。爸爸，你不要走。阿森，不要怕，爸爸在外面等你呢。爸爸。姑娘，我儿子怎么样？已经退烧了，今晚还要留院观察，现在已经没有太大问题了，要不你就先回去吧。这一卦是文王旦子，相传呢，在西周时期，周文王当年被纣王所害，令自己儿子被杀。你命格太硬，跟你儿子八字相冲，你会克到你儿子。小则大病一场，大则没命。那怎么办？千叔，你一定要救我儿子。这样吧，你儿子十岁以后不许跟你一起住，这样对你对他都有好处。阿森以后就交给你照顾了。老爷，你放心吧，我会好好照顾少爷的。走吧。乖，走了。阿森，谢谢。不用客气。没事啦，什么？Thank you.
Oh.